你没看错吧？是当年那个校草贺以帆。我怎么可能看错啊？我刚看到他，我都吓坏了。那时候我们这边跟行销部的经理王灿姐，其实直接交给我就好了。林格林，到底想要干嘛？所以他的意思是，反而想要阻止你们碰面。所以你到现在还爱着那个女孩。 每周日晚间10点，东森综合台《Sexy Look 酵素面膜》，高塔公主。